小珍很厉害，反应能力，她的组织能力真的非常的强，是一个一线的女主持人。哇，真的，金钟奖没有颁给她，接下来还要录什么录音？让所有的粉丝们都能发声好处。哦，我讲了，你们听说要抽签才可以上你们的节目吗？哦，不是抽签啊，是排队啦。没有啊，这喜欢不务正业巡逻车最后一站。还好我搭上末班车，对，开走我就怎么叫都叫不回来了。我的乐此不疲呢，我看你在外景上跟那个熊金喜多，好有热情哦。对，对我们艺人都不是这样子。不是，台东巡逻车最后一站录完了嘛？是，这是巡逻车最后拍摄的一个点，最后一个点哦。罗时丰 YouTube 频道《巡逻车企划》日前发布最终站台东的最后一个拍摄点，最新一集中，团队到台东的五星级饭店，并且种下一棵树为此做下纪念。拍摄途中还巧遇胡瓜的女儿小珍，还有资深艺人洪都拉斯，为巡逻车的最后一集增添不少效果。不是，我觉得跟一般。小珍姐是啊，哎呀，哇，小珍很厉害，反应能力，她的组织能力真的非常的强，是一个一线的女主持人，哇，真的，金钟奖没有颁给她，接下来还要录什么录音？哈爱狼哥。好饭店一定要好好介绍给大家。我们好意思说，我们只是开一开进来借厕所。我要介绍一下，啊，好，谢谢小珍，哎呦，谢谢小珍，谢谢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哎，你看，就这样巧遇小珍姐他们，而且顾丈，我们当时就在想，巡逻车结束，有很多的粉丝他们会觉得好像不舍，对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在想，最后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件事，但如果没有来录影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到那件事。巡逻车站的种子已经遍布全台湾各个县市，我们希望最终站种下一棵树，叫发生好树。他二话不说，马上答应嘞。哎，十七公顷，开玩笑，你要种哪里都可以。对，所以我就想最后一站应该要留点什么，可能以后会想起巡逻车是因为疫情店家都非常的辛苦，我们这样跑遍全台绕了一圈，我们种下这个发生好树。鼓掌。这两年多来有什么感想？就其实一开始我做这个频道真的就是无心插柳，一度也想放弃这个单元，还好我觉得老天爷让我们继续往前行，我们就认真的活在当下，让世界因为我们变得更加的美好。太棒了，我们入迷的荣幸。要种什么树呢？种罗汉松。罗汉松是一个非常高贵的树种，嗯，家有罗汉松，一生不受穷。我们就开始启动种树仪式。好， OK， 来来来，种种种种来。发生好树，恭贺不务正业巡逻车在走遍全台湾后，来到最后一站台东，庆祝两年多以来所坚持的成果。好了，我们种好这个发生好树了。那网友也知道我们这巡逻车好像最终站了，好像也会有点不舍。希望所有我们台湾的朋友们都能够发生好树。好啦，鼓掌。我们换个形式存在，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。这棵树真的要靠你守护咯。我会好好守护它的，让所有的粉丝们都能发生好树。哦，我讲了，哇，洪哥，洪哥，洪哥，哇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洪都拉斯，洪哥，我跟你讲，洪哥从早期在模仿界就是什么 top 级的人物，你又知道我们来，然后你又偷偷跑来，因为你们听说要抽签才可以上你们的节目嘛。哦，不是抽签啊，是排队啦。没有啊，这喜欢不务正业巡逻车最后一站。还好我搭上末班车，对，开走我就怎么叫都叫不回来了。没有，谢谢谢谢。我靠，评分去哪里找了？真的，就最后一站了。真的，真的。洪哥，你有看过鼓掌的频道吗？当然有看过，真实，真做作，完全实境。没有，我的乐此不疲呢。我看你在外景上跟那个熊金喜多，好有热情哦。对，他对我们艺人都不是这样子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我的浏览率那下贼啦。啊，你的粉丝那样子啦，我扣一啊，哎呀，哎，你马给他用，龙哥。鼓掌，我跟你讲哦，洪哥你应该忘记了，早期我在年代上班，那时候有发过你。那一天录影 delay 了一个小时，嗯，然后你把我刷过来，哎，他就看起来 delay 一个小时，然后我说，哎，没有，洪哥，我跟你讲，现在，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哇，这个很厚脸皮耶，他让人家 delay 一个小时，他还说没有，洪哥，我就要让你这个一个小时，让你先好好休息一下，哦，等一下你就可以好好的表现了。哦，洪哥那时候就说，哇，你好好笑哦，哎，欸，我要栽培你，就后来他就不知道到哪去了，他想说，跟你不一定有钱。对对对。
你的选择是对的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十几年，你都已经从一棵小树，哎，真的变成一棵榕树了。啊，我还在原地。什么话？我们如果是树，你就是这个给我们养分的土壤。哦，真大前辈哎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多会讲话。是，哎，好会讲。还好你那时候没跟他走。而且红哥哦，近期做这个红声国际广播电台阿红烧声，阿红一声欢迎大家来呛声。哎，今仔日所有听众朋友要来关心做一件报道大事情，就是咱不务正业，今仔来个台东的鹿鸣饭店咯。哇！人有做吗？有啊！有喝酒吗？有啊！有赚大钱吗？有啊！没啊呀！还好，我们赚的钱都付出啊，都付出。对，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好，那大家要去看红哥的什么？阿红烧香，红声国际广播电台，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，再开启小铃铛。所以姑丈，你看哦，红哥对于后辈的年轻人都很照顾，提携。对，因为我也是做幕后起来的，是我以前都借衣服、借假发啊。对，我知道说你们的辛苦在哪里。我刚刚要进来的时候，你们旁边有工作人员呐，啊，看到我还要冲进来，哎，你拜托你不要这样。真的假的、哦、我觉得好开心哦，好尽责哦，尽责。因为有些不会顾的就会冲进来了。赞赞赞，给你按一个赞，帮你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阿红烧香，红烧香，订阅一下。运气很好哎，最后一站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谢谢红哥。这个不叫缘分，什么叫做缘分？对不对？最后我们要说，让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发生好处，不务正业。耶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哪里？我是小 S， 我是台湾选秀偶像陈美凤。我是郝静莹，我是郑慕辰，我是孙艺腾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，我是艾薇，我是兰兰，我是魏渊，我是林真义，我是志新，我是陈君，我是陈君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李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！